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96面，596面第四行。以方便智，方便智又名全智，乃大愚方便法之智，又为行方便之智。全智与实智相对，大诸法之实相，名为如来之实智。了达于诸种之差别，为如来之全智。这个先呢，将方别智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。方便智也称为全智。全对实说的啊，这下面呢说得很清楚了，也就是佛法当中常讲的善巧方便啊，善巧方便呢就是方便智。也是行方便的智慧，没有方便就没有办法证得真实，没有真实你也就不能啊，没有这个真实慧也方便呢就不能够建立啊，方便一定是依真实建立的。换一句话说，实智是体，方便智是应用啊，能够应用在自己，帮助自己提升，用在教化众生，全都是方便智啊。可是没有实智呢，这些方便呢，我们今天称之为知识。啊，如果他有智慧，那这个知识就通通变成方便智了。为什么？他不会用错。啊，有知识没有智慧呀，知识往往用错了。用错了，不但没有利益，可能产生灾害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时代，社会动乱，居住的地球灾变异常。啊，六月还没有过完。啊，昨天我看到一个同学送给我一个这个月的灾难的目录啊，就是报纸新闻的这标题。已经有170多个了。你还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个月还有几天。看这个样子，一个月当中全世界发生严重灾难呢，会达到200起。这是过去中国外国历史上所没有看到过的。怎么这么频繁，灾难这么严重？
啊，必须要有真实智慧，要有善巧方便，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啊，那么此地都从如来所证得的来说，啊，通达与诸法的实相，对于一切法的真相明了，这叫实智，这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了达一切诸法的差别相，这是如来的全智。啊，一个是知道它的本体，全智呢是知道它的现象，知道它的作用。啊，如大乘一章十九。啊，他有个简单解释。知一乘真实之法，名曰实智。了知三乘全化之法了，名方便智。这解释得很好。啊，一乘真实之法，法华经上所说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世尊四十九年教学，不但讲的菩萨声闻缘觉，也讲了不少啊关于人天。啊，所以过去的大德把世尊一代十教设为五乘。啊，五乘怎么说法呢？人乘。啊，也就是六道里面的人道是怎么来的，应该要怎样把人做好，这属于人乘佛法。我们学佛都从这学起。啊，佛教导我们十善、三规、五戒，这都是属于人臣的。一个人必须得遵守，如果不遵守，人生失掉之后啊，就不能够再得人生了。这种因果利害的关系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这一生得生在人道，希望来生在人道能过得更好，越来越殊胜。啊，那就得要修行。行是我们的思想行为。思想行为错误了，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。啊，修行这个名词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。不能产生错误啊。啊，所以世间圣贤给我们定的标准，伦理道德啊，中国人的老祖宗，我们有理由相信
1万多年之前就懂得伦理道德的教育啊，孔子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，中国有文字，皇帝时候发明的啊，皇帝到现在4500年，啊，4500年之前没文字，有传书，啊，世世代代，老祖宗的教诲，一代教一代呀，啊，我们相信老祖宗所传的绝对不会错误。因为治理名言非常简单扼要，它不复杂啊，伦理的教学、道德的教学绝对不是从孔子开始啊，孔子往前面推2000年，皇帝的时代，皇帝开始在教了就是教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啊，我们相信皇帝之前老祖宗世世代代也在教了啊，不过那个时候没有文字啊，只是口传。五伦5句20个字能传错吗？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20个字啊，5句，1句4个字，我相信传10000年都不会传错，10万年也不会传错，它简单了。五常就更少，5个字：仁义礼智信，重要啊！啊，四维这4个字，礼义廉耻；八德是8个字，孝悌忠信，仁爱和平。上古时代，古圣先贤教人民教什么？就教这个东西，人人都懂，人人都学，人人都能做到。所以，真的是千年万世，长治久安呐。社会有秩序啊，啊，人们的思想、行为正常啊，一点都不乱呢。啊，那么现在这个社会，整个世界一团混乱。啊，地球上灾变这么多，活在这个世间人活得这么痛苦，什么奇奇怪怪的病都出现了，这什么原因？反常啊！诸位要知道，伦理是常道，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
五常四维八德是常道，违背了灾难就现前。你能够遵守，天下太平。啊，健康幸福啊，是这么来的。这些是真实智慧。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叫做善巧方便。啊，所以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解释的很好，知一乘真实之法。现在人所谓的真理。真就不是假的，理是万事万法的依据，啊，这叫真理。在佛法里面称它为实智，真实的智慧。真实智慧从哪里来的？佛给我们讲的清楚，是自信里头本有的。怎么知道是本有的？你只要能把万缘放下，恢复到正常，正常就是没有杂念了。啊，佛家讲无念，无念是无一切邪念，无一切恶念，这个时候智慧就升起来了，不用学。眼见耳闻，智慧就现前。啊，证明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。啊，佛说，我们的智慧现在没有了，智慧不是没有了，变质了，变成什么呢？烦恼。大乘教里讲的好啊。烦恼跟智慧是一不是二啊。迷了的时候就叫烦恼，觉悟了的时候就叫智慧。啊，所以经上佛常说，转烦恼为菩提。啊，在一般修行，祖师们也常说断烦恼。烦恼是不是真的断了？不是的，转变了。转成菩提了。如果烦恼要断了，智慧也断了，也没有了。啊，智慧跟菩提是一不是二。啊，你看，你有邪思，你有邪念，你有自私自利，智慧就变成烦恼。啊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名闻利养，没有贪嗔痴慢，烦恼就变成智慧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现在没有烦恼，有无量无啊，没有智慧，有无量无边的烦恼。无量无边烦恼什么时候转过来了？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。啊，全知后得知啊。啊，知道一乘法，这是
根本智，实智，那叫根本智。根本智是什么样子呢？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般若无知，那就是根本智。它起作用呢，无所不知，那是厚德智。啊，就是此地讲的方便智。啊，了知三乘全化，教化众生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世尊把它分成三等，上中下三根。对上根人讲大乘，对中根人讲中乘，对小根人讲小乘，这叫三乘呐。啊，三乘都是方便法，用这个方法来把众生的根性不断地向上提升。啊，就跟现在学校读书一样，先读小学，小根人，小学毕业了这中根人，中学毕业了这大根人，这上大学，啊，大学毕业了上研究所，研究所就是一乘，啊，教育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拿到博士学位。为什么呢？应该的嘛。啊，在佛教里面，博士学位就是佛陀。啊，是佛教人。第一句话就是教给你，你要记住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佛就告诉你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你应该要回归到佛的地位。那你现在迷了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。啊，现在变成凡夫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从凡夫地回头，回头是岸呐。回头呢，先修小乘。啊，小乘，果位叫阿罗汉。啊，小乘得到的是什么呢？是清净心。啊，怎样才叫做清净心？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就叫清净心。啊，见思烦恼没断呢，你这个心里头染污啊，不清净呢。啊，见烦恼，见说你看错了。三界九地有88品，啊，叫见惑。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把它归纳为5大类，这好教啊。啊，第一个叫身见。你看我们每个人这6道众生都把身体看作我。佛说这头一个错误，从这个地方就错到底。啊，这是第一个错误啊，一错到底全错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身不是我。那身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叫我所，意思就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啊，好比衣服，衣服不是我，这衣服是我所有的。什么时候
我们能够把身体真正看成这是我所有的，它不是我，你就入佛门了。啊，你还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你没入门呐。走得最近啊，还在门口啊，没进去啊。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身体是假的。我想也有不少同学听说过，啊，佛门常说，借假修真，这个假就是身体。我们利用这个假的身体，把真我找回来。有没有我呢？有。大乘教里面讲，常乐我净，叫四净德。有我啊，但是那个我不是身体。啊，那个我是什么呢？化身，这是真我。啊，或者大乘教里面也加了一个字叫法性身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我们往生到那里去，我们的身是法性身。我们居住的地方叫法性土，那个地方没有烦恼，没有灾难。啊，那个地方所有一切苦，连名称都听不到。啊，当然没有事实啊。啊，所以那个世界叫极乐啊。啊，间接的错误纠正过来了，还有个思想的错误啊，思想看看我们全都具足了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是思惑，起心动念，无论对自己是对身外，啊，也看错了，想错了，有这么个思想，啊，有生生火，有贪嗔痴慢疑这么个思想，这就是出不了。六道轮回了，为什么？六道轮回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六道就没有了。六道是假的，像做梦一样啊！啊，这两种烦恼，就见烦恼、思烦恼断了之后，就醒过来了，像一场梦醒过来了。啊，六道轮回是梦中之事啊。醒过来是什么世界呢？是净土。为什么？你的看法、想法都清净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啊，这是佛告诉我们的真理啊，实相啊，就诸法实相啊。啊，住在净土里面，他们的思想见解没有染污，也就是没有错误啊。啊，这个里面住的人有四种：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住在净土。
啊，这四法界跟六道合起来，在大乘教里面称为十法界。啊，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。也是假的。所以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。啊，四圣法界不执着了，它有分别。佛告诉我，分别是错了。不但分别错了，起心动念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修什么？修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真做到了。四圣法界不见了，四圣法界还是个梦，六道是梦中之梦啊！啊，这醒过来，醒过来，一真法界现前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假的。到这个时候，你才真正明了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切法无所有”。毕竟空不可得，啊，所以一个修行人对于事出世间的语言要淡薄，越淡越好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淡薄你才容易把它断掉，把它放下。如果这个语言太浓了，啊，像情执，这情太深了，严重的执着，那个麻烦了，永远离不开六道轮回，生生世世的纠缠在一起，这个里头，恩怨因果。真的是搞不清了、啊、佛告诉我们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你觉悟了你就明白了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，天天为我们讲经教学，用意在哪里？帮助我们断疑生信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帮助我们转凡成圣。这是真实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教学，教学叫佛事。啊，佛是觉悟的意思。啊，佛事。自己觉悟，帮助别人觉悟，这个事情就叫佛事。啊，这是经论上“佛事”两个字正确的解释。世尊当年在世表现的如是。许许多多的弟子跟他老人家在一起学习也如是啊，啊，无不是求自觉，啊，自觉之后啊，帮助别人叫觉他，
这是菩萨的事业。今天我们不称为佛事业，为什么？佛不住世了，佛离开我们了，世世代代沉船的这些学生都叫菩萨。啊，大乘佛门的习惯，见到同修还都称菩萨，年岁大的称老菩萨，学佛时间久的也尊称他老菩萨。啊，老菩萨带领小菩萨，老菩萨要教小菩萨，一代一代传下去啊。这叫佛的事业。啊，如来家业。啊，所传的决定不能离开经教。啊，离开了经教就不是佛法了。经教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啊，这一门通达无碍了，然后你就能够出类旁通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也通了。为什么？你真正能通，不是你学来的，是你从佛的这个教学的方法用得很妥当，真正帮助你达到明心见性了。这一见性就好办了，宇宙之间一切法不离自性，所以见性的人没有一样不通达。啊，学的通达了，不学的也通达了。啊，所以前面我们曾经读到古大德所说的，一切法皆是佛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真的不是佛说的，怎么也是佛法呢？我们初学不能离开释迦牟尼佛，一定释迦牟尼佛讲的不是佛法。等我们自己觉悟了，你成佛了，你所接触一切法全是佛法。啊，那个佛是什么？那个佛是觉，你对于一切法全都觉悟了，都不迷惑了。啊，所以一切法叫佛法，佛是觉悟，觉了一切法，就佛法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的。没悟之前，这个佛法是狭义的讲法；悟了之后是广义的讲法。没有一法不是佛法，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。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都看到了，都明白了。啊，所以三乘方便的教学，啊，这称为方便智。方便智是实质的起用。真实智慧它起作用，有实智者体也，全智者用也。啊，这体用讲的就很清楚了。如来成佛之本体在于实智，所以实智现前就叫成佛。啊，实智本有的，
不是从外面来的。现在迷了，用什么方法把它找回来呢？在大乘教里面，佛给我们说了一个原则，总的原则，戒定慧三修。啊，要知道，戒定慧都是你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外头没有。啊，迷了之后还要用这个方法把它再找回来。你要不用这个方法，那就永远迷到底。你不会觉悟啊，觉悟是自觉，不靠他人的。诸佛菩萨的帮助只是引导你，诱导你，一定要你自觉自悟。这是真的。啊，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头讲过，迷的时候思度，啊，似乎度；觉了以后呢，自度，不靠师父了。所以不靠师父，永远感师父的恩德，因为没有师父，你自己不会自觉啊。你自觉靠师父啊，啊，自己真正觉悟之后就不靠师父了，啊，自觉觉他了，都是自己会有心生真心，生智慧。妄心生烦恼，啊，真心就是实质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诸佛菩萨教我们不是别的，就教我们用真心，别用妄心，用智慧，不要用烦恼。啊，总原则，总纲领。啊，真心是什么样子呢？真心立相，真心没有相。啊，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不外乎三种现象。第一个是物质现象，第二个是精神现象，第三个是自然现象。啊，真心啊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，那就是真心。如果有这三种现象，是妄心。是大乘经上佛常常讲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你把这三种相统统放下，一切法的真相就现前了。有这三种现象，一切法的真相虽然在面前，你看不见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迷了吗？啊，你迷的时候看的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想的也是假的，做的也是假的，受的果报也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一迷一切迷，有一切无啊。啊，所以这两种智慧啊，必须搞清楚。啊，实知实体。
得到叫成佛，全知是作用，得到之后啊，可以自受用，可以教化众生，教化众生是他受用。啊，如来成佛之本体在于实知，一代教化之妙用啊，存于全知。这是把这个题用啊讲得很清楚。啊，怎么成佛的？实知证得了，就成佛了。啊，实知怎么证的？离一切相。啊，三种现象，在真心里面没有。所以你放下就是真心，你还要拦这三种现象，真心就变成妄想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心里头有这三种现象啊，三种现象有一种就不是真心了，何况三种都有。啊，放下就是真心，拦取就是妄心，这也就说明佛跟众生不相同在哪里，就在这里。众生心里头有这三种现象啊，物质、精神、自然现象，这叫众生。这三种现象没有，他的心就是真心。啊，用真心的就叫成佛了。啊，菩萨这三种现象还有一种没放下，就是自然现象。啊，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放下了，菩萨了。十法界里面的这些凡夫啊，特别是六道，这三样通通具足。啊，能放下一样。物质现象放下了，还有精神现象。阿罗汉放下物质现象了，菩萨放下了精神现象了。那我们用科学名词，自然现象没放下。那佛陀呢，连自然现象都放下了，真的是一尘不染了。啊，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说他这个话对不对？有没有讲错？没讲错啊。我们能把这三样都放下，这必须不就是佛吗？不放下，不放下还是佛啊！啊，换个名字叫众生，众生就是糊涂佛，可不就这个意思吗？那佛呢？佛是觉悟的众生，啊，众生是迷惑颠倒的佛，不就这，就这么意思。破迷开悟啊，离苦得乐了。下面你看，这里头有密宗在里面，这柱子好啊，形意圆融啊。啊，密教以胎藏，啊，胎藏是莲花部，曼陀罗的心
莲花台为设置的表法，用这个来代表设置。这莲花有八个花瓣，有八叶，八叶是花瓣啊。开符呢为全枝，啊，佛坐在莲花台上，表什么意思？表他证得实知。啊，莲花八瓣展开，表示他用全智接引众生。表这个意思，这是佛法教学的艺术。啊，几千年前，啊，艺术的教学在佛门就用得非常普遍了。啊，人们欢喜。啊，佛总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你喜欢什么，我就用什么来教。大日经第二卷有这么两句话：诸佛身稀有，全知不思议。啊，稀有的是什么呢？字的表面看起来是赞叹全知。啊，善巧方便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教化众生的方法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不可思议！啊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不可思议的方便之从哪来的？从实质来的。啊，现代人的思想错了。啊，看到佛所教的，他们都摇头，认为佛讲的这个不合逻辑，不合乎科学。啊，因为佛没有用科学方法，佛不会用科学方法。为什么？科学方法能求到知识，求不到智慧。科学方法是对外的，对象在外面。那佛学学的是对象在自己，在内，它不对外。啊，那么在现在学说里面分科，啊，科学对外，哲学对内。那佛法是不是哲学呢？不是哲学。啊，为什么？科学对外是以物质为研究对象，哲学对内是用思维思考，用心理作为对象。佛法这两样都不是，这两样全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欧阳大师讲得好，欧阳靖武，这民国初年大居士，啊，杨仁山居士的学生，支那内学院的院长。啊，他有一篇讲演，好像是民国十二年讲的，啊，很早了。啊，在第四中山大学，就是现在的
金陵大学，南京金陵大学，啊，他这篇讲演非常著名，当时也震动了学术界。他的讲题是佛法，非宗教，非哲学，而为经世所必须。这现代这个世界必须要用它，要学它。啊，它不是宗教，也不是哲学，有道理。啊，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法：佛教是哲学里面的哲学。啊，哲学研究的是心理现象，他这个连心理现象都放下了，真正契入到自性了。自性是真心啊，不是妄心啊，有念头是妄心，妄决定圆不到真，这是大乘经上非常肯定的一句话。啊，妄达不到真，必须用真才能见到真。啊，真是什么呢？万缘放下，真心就显露了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三种现象，你全放下，你真心就显现了，你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明心见性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学了通了，不学也通了，全通了，这是佛法了。所以佛法用得好，佛翻成中国字是觉，叫觉法，要把它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法嘛。啊，大彻大悟之法。这个意思好啊！啊，人人都能够大觉大彻大悟，只要你肯放下，放下便是啊！啊，难呢？难就难在放不下了，难在这里啊！放下。是圣人呐，放不下是凡人呐，凡圣的差别了就在此地。啊，肯放下就是圣人，放下一点点小圣。啊，你看，不执着这身是我了。啊，知道身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。这小圣呐，小乘粗果。啊，粗苦，放下了身见，放下了边界，边界是对立，啊，不会跟一切人对立，不跟一切事对立，不跟一切万物对立，不对立就是一体，啊，放下了成见，人没有成见。就能够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就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做出牺牲奉献，啊，能够舍己为人。为什么没有自己吧？啊，这个身为自己是觉悟，啊，我要用这个身来帮助我觉悟。觉悟之后呢？觉悟之后是为众生服务。啊，为众生服务里头无我，你想无我就大公无私啊！他的奉献是智慧啊，里头不夹杂，不夹带自私自利，没有自私自利早放下了啊，这是。佛法里面的小圣啊，小乘里头的粗果啊，小小圣，
啊，大乘里面实性位的是初性菩萨，好像小学一年级啊，就这么好，这么殊胜啊，那高年级还得了吗？啊，所以诸佛甚稀有啊，就是能放下的人少啊，真放下的时候，智慧不思议有全智，当然有实智，全智是从实智里面变现出来的，没有实智哪来的全智啊，实智又叫做根本智，全智是后得智，这是比喻，像一棵树木啊，这棵树木的长成先有根，然后有本，从本再生枝，枝再生条，条再生叶啊，那都叫全枝啊，叫后得枝，先有根本啊，后有枝叶，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啊，这从比喻上说的。故知方便之亦不可思议，度生妙用啊，全化之法了，全有此智啊。诸佛菩萨在十法界教化一切众生，通通是这个智慧啊。小乘里面讲三千为一，大乘里面讲八万细心啊，八万四千细心啊，说法门八万四千，无量法门都是全智其用的啊，没有全智哪来的这些法门大权妙用啊。啊，又从实智一求全智。般若经上说的，实智是无智，全智是无所不知。怎么求法呢？先求实智啊，实质你看叫根本质般若经上说了两句话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无知就是根本质，无所不知就是方便质啊。那我们今天的人观念是错误的，他看我们也是错误的啊，他们一定要求知啊，广学多闻啊，你不学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大家不都是这个看法吗？你学才知道，你不学怎么会知道？用这个观念来教学，把人都教坏了，教什么？都教成迷惑颠倒。佛菩萨不如是，佛菩萨教人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我们中国老祖宗千万年前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提出教学的理念
就一句话，交之道归一专。这什么意思？专就是求厚德之啊。啊，多就是求啊，专是求根本之，多是求厚德之。但是没有根本，哪来的厚德？所以厚德之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，然后你才会尊敬祖宗，祖宗真有智慧，现在人比不上啊。专学一样东西，这是个方法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求根本智。啊，譬如这样，你专学一部经，你每一天就念这一部经，天天念，啊，念到什么呢？念到你自己一个妄念都没有了，把妄念全念掉了。这经里头的意思需不需要懂了？不需要。懂不懂不重要。什么东西重要呢？心集中在这一点，这就是佛学佛常讲的智心一出无事不办，就是要把心训练的时候放在一个地方，放在一个地方就得定了。佛家叫三昧啊，三昧没有现前的，你没有功夫啊，你什么都没学到啊。啊，一部经，你老老实实去念它，老老实实去念，不要有妄想。啊，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怎么念啊，立文字相，不执着文字；立名字相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；立心缘相，不要去想经里的什么意思，你就这么老实去念，念个三四年，这是一般普通的人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，他就得定啊，三昧就现前。得定是什么境界？清净心现前了啊，清净心真心了啊。再继续有个三四年，肯定开悟了啊。他这一开悟了，这个经里的意思自然通了，不需要人讲解，他自己通了。不但这一部经通了，所有经全通了。为什么？智慧开了，一切经都是从智慧里头流出来的，你智慧开了，你怎么会不通达呢？啊，不但佛经通了，所有宗教经都通了，所有事出世间典籍也全通了，这么个道理啊！这个法子太妙了，一切都通了，就是厚德智，根本智得到之后，啊，厚德智什么？你一看就明白，一听就明白，一接触就明白，不要学的。那古时候这种例子很多啊，啊，现前也有啊，只要你稍稍留意，你就看到了。
啊，中国唐朝慧能大师那是典型的榜样。啊，他是佛门一代大师，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怎么证得的呢？放下证得的。啊，一生虽然说在黄梅参学八个月，五祖道场里面的讲堂他没去过，禅堂他也没去过，这最后传法半夜三更，五祖召见他，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豁然大悟，就成佛了。啊，慧能开悟是成佛了，五祖一波就传给他了。他那一年24岁，啊，这一开悟怎么样呢？所有经全通了。啊，坛经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出家人向他请法，非常可惜啊，没有学道的人请他讲道德经大义，没有儒家的请他讲四书五经的大义。哎，如果有人问他，他全说得出来，他没有一样不通，全通了。啊，不是只有佛经通了，一切都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向生，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。啊，他转识成智，那就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。这是成就根本智啊！啊，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面得根本智啊，以后在外面参学，在猎人队里15年，成就他的厚德智啊！啊，典型的例子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你就晓得在过去200年前儒释道是怎样教弟子。啊，都不离开戒定慧三学，就不离开这个原则。啊，决定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一直到你开悟。啊，你不开悟，这个功夫不能间断，天天要做。啊，一旦大彻大悟，完全解放了。啊，佛法里面叫解脱。你得大自在。啊，你得大自由啊，没有任何拘束了。啊，生从哪里来，死往哪里去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你不必去问任何人。
啊，从实质求全知，以及从根本知而得而达差别知。故曰增长了知啊。啊，像密宗刚才讲用莲花做比喻，莲瓣之胜福可欲增长。啊，在莲花这个表法里头。啊，莲瓣初开可欲了之。啊，莲花拔瓣开复啊，正显增长了之之意。啊，密宗佛像啊，坐下的莲花表这个意思。啊，他是不是真的坐在莲花上？不是啊，你要以为诸佛菩萨都是真正坐在莲花上，你就错了，不是真坐莲花了。他坐在什么？他坐在全十二智上，莲花是表全十二智的。啊，那么在显教里头，莲花代表清净。啊，表清净心，表放下。啊，你看莲花根生在泥土里头，池塘泥土里面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六道。啊，它的茎在水当中。啊，池子里面的水代表四圣法界。声闻缘觉菩萨佛代表这个啊，花呢，花开在水上面啊，这就表什么呢？染净都放下了啊，水是净，底下的泥是染，污泥是染，染净统统放下了，染代表六道，净代表四圣法界啊，花开在上面，开在一真法界，不再是法界，表这个意思啊，不是真的住在莲花上啊，不要把搞呆了啊。可是众生有这样执着啊，佛有的时候给你现身呢，啊，真的，他坐下有个莲花。或者足下有个莲花，为什么？记住，我们在这个经上讲的很多了。佛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喜欢莲花，脑子里的哎，佛一定在莲花上，佛现象一定有莲花。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吗？啊，佛有没有念头？没有，佛。我们众生有感，感有念头，它有印，印没有念头，啊，它确确实实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啊，你怎么想，它自然怎么现。所以印的时候，完全是印你的心，不是他的。要是他的心，他的心什么相都没有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叫随心应量，啊，不是随自己，随众生，自己没有了，自己这些妄虚妄的东西啊，早就断得干干净净的了，啊，所以三种现象都没有了。连自然现象都没有了，他怎么还会有形象呢？啊，全是随众生心。那么佛在教学当中啊，常常用莲花做比喻。啊，不但这在密宗里头比全十二智，啊，在显教里头
莲花代表清净不染，对于事出世间法通通不染住。啊，六道是世间法，四圣是出世间法，都不染住。啊，四圣尤其代表更深一层代表，你看代表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连这些全都不染。啊，众生学佛还希望能成个阿罗汉、成个菩萨、成个佛，啊，真正修道人是连这个痕迹都不露，他心多干净。啊，真的是离一切相了。这下面的文，因莲叶开覆而明现莲台。啊，莲台代表根本智啊，正表，从方便智的开明而彻显心源，心源就是莲花莲座啊，有莲台根本智啊，又度生四种不离神通啊，啊，教化众生现身说法，不都是神通啊？二诸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啊，非从外得。这一句话重要。如《圆觉经》曰：“本来成佛。”《华严经》也有这个说法。故云：“从本以来安住神通。”啊，神通有没有起念头？没有，自然。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，示现在人间是属于自然，啊，自然现象，啊，它没有人为，它没有通过思考，没有通过心意识，啊，所以称之为印，这个字用得好，众生有感。他来应，啊，感应道交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再看下面这一段，全是二智居民，这两种智慧也都现前。神通自然安住，妙德公允入于实相，正无所得，以无所得得一乘道啊！一乘道就成佛了，妙觉如来。啊，神通要不要去修？不需要。有没有羡慕他的必要？没有。他是自然现象，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迷了的时候失掉了，觉悟的时候恢复正常了。随着你觉悟的大小，那个通力啊，也就不一样。你大悟，你神通作用大啊，小悟神通现前啊，能见度范围比较小啊，像阿罗汉的神通能见三千大千世界，也就是说能见六道轮回，
啊，六道里面的事情，他完全明了。上面从飞翔飞飞翔天，这28层天呢，下面到阿鼻地狱。啊，这个范围有多大呢？黄念祖居士告诉我，啊，3000大千世界，用现在天文来看呢，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银河系，啊，1000乘1000再乘1000，这3000大千世界。总起来10万亿个银河系，阿罗汉的天眼能看10万亿个银河系，这里面看到28层天，看到18层地狱，他那个眼睛有那么厉害，天眼呐，我们现在科学家用望远镜，用仪器，啊，无线电望远镜，跟阿罗汉的天眼比差远了，那怎么能比他人家？啊，我们今天发明了火箭，可以坐太空船去游览太空，人家不要。人家自己能够飞行变化，用不着这些交通工具。啊，他心里想到哪个星球，念头一想，他身体就到达了。啊，这些太空船在空中飞行还是很危险的。啊，小行星太多了，要撞上了就全毁掉了。阿罗汉不会啊，阿罗汉的游览这些10万亿银河系，他很自在啊，非常安全的。啊，没有法子跟人比。啊，阿罗汉的虚名通能知道过去500世未来500世，啊，他心通这10万银河系里面的众生起心动念他都知道，啊，佛告诉我们一点都不稀奇，这是什么？我们自己的本能，啊，我们的本能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，比阿罗汉只小觉悟啊，只放下一点点呢，啊，只是把执着放下了，分别没放下，起心动念没放下，啊，所以他跟佛比差太远了。啊，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神通道理啊，德能向好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，啊，今天我们搞得这个样子，问题就是我们过分的执着了，把假的当作真的，真的呢真的不知道了，没有印象了，啊，学了佛之后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，
才知道自己有个真我。啊，现在玩的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佛陀慈悲，佛陀帮助我们把真我找回来。把真实智慧找回来，啊，把自己的神通道理，啊，德能相好再找回来，啊，找回来全都得到了。佛说，归无所得，你什么也没得到，为什么呢？你所得到全是你自己本有的。本有之外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，啊，所以佛教你，佛不鞠躬啊。佛说我没有一样东西给你，你所得到全是你自己本有的，啊，不是佛谦虚，佛是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事实真相确实是如此。啊，那么全是二智居民这句话可重要了。佛法的修学就是求智慧。啊，那这一部经上经文讲得很清楚。三种真实都在这部经上。第一个真实之际，啊，真实之际就是自性，就是真我。啊，第二个真实智慧，第三个真实利益。啊，全经都是讲这三种真实，没有一样是虚假的。所以智慧开了，神通自然安住。自然两个字好啊，本有的现前了，啊，智慧现前了，神通现前了，啊，妙德公允入于实相，啊，德是德能，你看智慧，德能相好，啊，我们讲功德圆满了，于实相。也圆满地融入了，融成一体了，真无所得，实相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但是能生一切现象。啊，字体确实没有，它能生。啊，这个能生要有缘，缘是什么呢？众生有感。佛与化身菩萨自然的反应，啊，反应现象，啊，现身说法。教导，像观世音菩萨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现什么身？佛菩萨每起心动念，
没有分别执着，而是随着众生，你执着什么，它就现什么。啊，你没有执着，它不现象。啊，不现象是实相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。啊，现象都是假象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一句话，学佛的人必须要记住，对你修学有很大的帮助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去贪求现象。好奇无怪，你的心不清净，你的心没定下来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定啊，戒定慧最重要啊。啊，定才能生智慧。啊，心不定，生的都是烦恼。烦恼里面有轻重。有善恶，有染净，啊！但是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啊！正无所得，无所得，无所不得。到无所得的时候，你得到什么？你得到是全宇宙。这话怎么说呢？整个宇宙是自心变现的。你见性明性了，那不就全都得到了吗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现象，包括一切诸佛刹土。都是自性变的，离开自性，无有一法可得。这大乘经上常讲的，啊，你才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那么这叫得一成道。啊，一成者，一佛成也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故得一成道呢，即圆证究竟大觉之佛果，不由他物啊，与任何人不相干呢，是你自性里头。本有智慧先前，才大彻大悟。啊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别人给我，我要能用的话，我就不要修了。啊，连阿弥陀佛，建造极乐世界。啊，帮助这些六道苦难众生在那边修行，提供这个道场，阿弥陀佛的帮助也只是在物质现象上啊。至于你成佛呢，他不能帮助你啊。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天天在那里讲经教学，你上他的讲堂去听课，去学习，必须你自己觉悟了，你才能得一乘道。啊，一乘道，阿弥陀佛没办法送给我们。啊，随着“不由他物”这一句好啊，啊，唐仪经文是这么写的：“得一乘道。”无有疑惑，与佛教法不由他物。
啊，慧的本质，康僧伽的本质说，慧有心处，真实智慧是从你心里面流露出来的。啊，一定是自觉、自悟，啊，自己真的。佛菩萨都帮不上忙，佛菩萨把方法教给你，这些方法他是过来人，他把他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提供我们做参考，我们能够如同他这个方法去修学，决定能成功。啊，诸佛如来的方法，确实，阿弥陀的方法是最简单、最方便、最容易、最可靠，而且成就最高。啊，所以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赞扬。妙极了啊，台湾的同胞们，特别是净宗同学，要认真念佛，二六十中不要把佛号啊忘掉。啊，念佛有的时候会忘记，没有关系，想起赶紧接着念。啊，念佛不拘处所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念，也不拘时间，日夜都可以念。啊，躺在床上念，不要出声。啊，出声伤身体，伤气。啊，默念。啊，如果想摄心，可以用印光大师三个清楚的方法。啊，印光大师自己念佛，他一生用的。啊，我们想到，这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为我们做示范。这个方法最适合于现代众生。啊，第一个，佛号从心里面生出来，口里头念出来，念得清清楚楚。啊，再从耳朵听进去，啊，听谁呢？听自己念佛的声音。所以念佛的速度不要快。啊，你看印光大师念佛，一个字一个字念，啊，阿弥陀。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一个字一个字很清楚，字字听清楚。第三个，每一句佛号，知道是在十句里面第几句，一点都不会错乱，啊，只记十，啊，用心记，不要有痕迹，啊，从第一到第十。念到第十，然后再从一念到十。我这句佛号是这佛号里头十声佛号的第几声？啊，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记得清楚。啊，不可以阿弥陀佛一，阿弥陀佛二，这就错了，不可以这样念法。啊，连心里的记都不要。练习到的时候，你心里头也不要有这个痕迹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好像心里有个一，有个二，都不要，心里头都没有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四个字，啊，这个记得清楚是叫你摄心，你的妄念生不起来，啊，如果说是
念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不用去记，还会有妄念渗透进来，妄念夹杂进来。啊，要用记得清楚，妄念就不会升起。啊，开始比较难。啊，念到一个星期、两个星期就习惯了。这个方法好啊！啊，不但自己可以把烦恼念掉，杂念念掉。啊，这是我们得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啊，第二个，能帮助台湾化解灾难呐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这个地区念佛的人越多，灾难就越少。大家都念佛呢，那全台湾人都念佛，台湾就不会有灾难。啊，希望大家要相信这一句话是真实不虚，不是假话。啊，我们身心健康在念佛，居住地方啊，消灾免难也在念佛。除念佛，找不到第二个好方法了。经言书是云，啊，解释书，真解法中啊，明慧心处。啊，念老有个简单解释，该为真实明悟，明是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发于自心，这个明白觉悟啊，是从你自心里发出来的。啊，你说读经、听经，是一个诱导。啊，老师讲经，同学、学生，大家在一起听，为什么有的人悟了，有的人没悟？可见的这个悟不是老师给的，啊，老师善巧方便诱导你，啊，不定什么时候，哎，一下明白了，明白就是悟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，啊，小悟常常。一天有好几次，这个境界非常好。为什么呢？常年累月，极小悟就会有大悟，极大悟就会有大彻大悟。所以功夫不能间断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决定没有怀疑。啊，怀疑是最大的灾难。我们如果把信心丧失了，在佛法里面说，你就把身体健康丢掉了。啊，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说，你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。怎么破坏的？乙把它破坏了。啊，这个对自己健康不利啊。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怀疑会造成大地松散，啊，这个地不坚固了，
啊，不坚固的现象是什么？山会倒下来，大地会沉到海底，这都是什么呢？怀疑造成的。啊，对自己怀疑，对祖宗怀疑，对圣贤教诲怀疑，对佛菩萨怀疑，对因果怀疑，什么都怀疑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啊，你看我读地藏经，地藏经称为监牢地神。啊，大地本来是监牢的，为什么现在这么脆弱，就是灾难这么频繁？啊，六月还没有完全过完。啊，到昨天，我看到一个同学的一个报告，啊，网络跟这个媒体发表的灾难的这些标题，啊，他就把标题抄给我看，170多个。那我估计到我们这个月底总结大概有200条，一个月200条灾难了。啊，30天呢。这过去史无前例，没这种事情啊，怎么会这么多的灾难出来？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在佛经上得到结论，怀疑。现在人没有信心，对自己都没有信心，所以在家庭，夫妻怀疑，彼此不相信；父子怀疑，兄弟怀疑，啊，邻里相当怀疑，没有一个不怀疑，你说这麻烦大了。啊，古人说的话，人无信不立了。啊，人要没有信心呢，他不能立足于社会。现在是普遍的怀疑，所以造成了今天地球上的大灾难，这不能不知道。我们学佛坚定信心，啊，对极乐世界要相信，对释迦牟尼佛的教诲要相信。啊，如果我们不相信，我们怎么能去念60年呢？越念越欢喜，啊，越学好像越聪明，越有智慧。啊，这是60年得来的效果。这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建立信心，坚定信心，绝不怀疑。啊，如果你再能够说是对自己不怀疑，对家人不怀疑，对外面人任何人都不怀疑，他骗我无所谓吧，这东西都是假的嘛。骗让他骗嘛，欢欢喜喜让他骗，那这个多好呢。那骗几次他就不好意思再骗了嘛。啊，也把他的真心啊，这个自信找回来，那是一桩大功德了。啊，所以不要怕人骗我，不要怕吃亏，不要怕上当，吃亏是福啊。有福的人才愿意吃亏呀，不愿意吃亏的人没福报啊。这老祖宗的话啊，所以吃亏上当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啊，肯定提升你的境界，提升你的智慧，也提升你的福报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